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te。 我今天准备了两个瑜伽动作，是训练到我们的腹部跟腰部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先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一样先把你的双手来到你肩膀正下方，对齐好，四足跪姿，脚尖勾，吸气，吐气，掌根的力量推向地板，先去拉长你的下背，大腿往上提，稳定你的肩膀。下一个吸气，把右脚往上带起来，膝盖找向肚子，往内收，腹部收紧，感觉重心有一点点往前，肚子收紧的力量。吸气往上，再一次吐气，膝盖找肚子，眼睛看到你膝盖的位置，好像你的鼻尖跟你的膝盖要碰到一起一样。吸气往上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这个动作除了训练到我们的腹部以外，还会有一点点练到我们的手臂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好，我们停留一个吸气跟吐气以后，慢慢的把你的脚带下来，回到我们的平板式，掌心推，眼睛平视你的双手的正中间，让你的身体在一条直线上。稳定好了以后，膝盖先下，脚背放轻松，臀部往后，调整你的呼吸，臀部找向你脚跟的方向。在下一个吸气，我们才把我们的双手再一次拉向你的地板，回到四足跪姿，一样把你的左脚往前一大步，来到双手中间，把坐骨往前坐伸，右脚的脚尖点地。好，来吸气，急着拉长双手带起来，稳定你的呼吸，肋骨收，吐气回到胸前。换到我们的右手的手肘，来到左脚的膝盖外侧，好像你的手肘跟膝盖相互去抵抗，把手掌的力量往中间集中，脊椎拉长。吐气，往你的左边做扭转，眼睛的视线看高一点点，肩膀我们不要耸肩，把肩膀放松。吸气，脊椎再一次拉长。吐气的时候，可以让你的手有一点点轻推的力量，让肚子远离大腿。好，再下一个吸气，把你的右脚的膝盖往上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眼睛看到地板，双手下，左脚往后。让短腿再一次回到下犬式，吸气往前，膝盖下，臀部往后，休息，慢慢的原背再一次带回来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还有更多瑜伽的教学影片，请大家锁定 VOGUE 频道。